明白。醒了。你已经转过身去。啊？啥呀？现在开始不好意思了，晚了点吧。你别贫嘴好吗？行，我不贫了。起来收拾一下吧，带你出去吃饭去。怎么了你？别弄得像是我把你强奸了一样，行不行？你不是欺骗我的吧？我怎么就骗你了呢？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吧。你要是不愿意，你收我东西干嘛呀？是你自己愿意送的。那你可以不要啊。你要了，我就以为你愿意喽。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说过我喜欢你，我只是心急了一点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有完没完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难不成你还是处女啊？哎呀，大明啊，昨晚上不好意思啊，吵了你们的洞房了。说的我们俩都老夫老妻了，什么洞房不洞房的，没那说。那就好。秦瑶啊，一会儿就要回门了，见到公公婆婆要先敬一杯茶，多帮人干点家务。嗯。从现在起呢，你就是人家家的儿媳妇了，别跟在家似的娇生惯养的。妈，那我们就先回门了。嗯，那我就去啊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妈，那个我们这些不收拾。别收了，我说啊，赶紧走吧，你们。哎，给你爸妈问声好啊。哎。你怎么能是处女呢？那你以为呢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才跟你认识多长时间啊？这种事我能跟你说吗？是我的错，小凡，对不起。之前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放心，既然你把第一次给了我，我也不会辜负你。可是我不相信你。那我发誓，我会对你好，让你幸福的。就有责任了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可是你都没有用心的追过我。我还没用心追过你啊！就昨天我带你去那酒窖，那可是我最心肝宝贝的地方，我从来没带过任何女孩去那里，我绝对是用心良苦。心，这事儿你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放心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再有人知道。OK。我上一下洗手间。
怎么啦？你还不想要啊？哦，行。一会儿再休息休息，但是你今天必须得回家收拾收拾东西。收拾什么呀？你不搬过来了呀？咱俩都结婚了，你是想跟我分居过吗？不分居，搬过来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忘了呀？没有了吧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没情趣呀？嗯。啊。嗯，那我走了。我怎么跟个妞似的？谢谢妈。你们小两口不打算度蜜月去了？我们呢是这么想的，这结婚呢已经花了很多钱了，我呢又刚找到工作，这个一请长假也不太合适，所以呢我们就不度假。哎，这都是信瑶的意思。哦。啊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嗯，你看看，多懂事儿啊！新瑶的意思，好，那就好。说实在的，从一开始啊，我就不同意你们去度蜜月。度什么蜜月呀？这不度蜜月就不过日子了。看咱们家也不富裕，你们俩结婚又花了不少的钱了，我还没跟你们仔细说呢。行了行了，人孩子已经决定不去了，你别说了。我说说怎么了？别人不吃的东西，妈，你看你不吃给我，我吃，我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别人。对，我爸什么都吃，就吃剩饭剩菜。